星期二的早上 A1 解困、啊、我們今天就用解困新聞學看、今天有三大單新聞、第一呢就是富貴團富貴團、啊、富貴團、啊就我覺得文匯報挺大膽的，通常他即題目和相是不配合的嘛，但是今天呢你看下去是配合，但其實不配合，實際上是不配合的，又不配合咁大膽，你見到有習近平係咪？係咪 ？OK， 你讀嚟聽下個標題。哦，知道你講咩啦？習近平，中央對港三個堅定不移，係嘛？佢行緊路的，佢哋行緊路嘅喎。咁樣，即係冇可能。後面嗰扎人都行緊喎，係咪？咁、就唔係堅定不移啦，即係大膽。我覺得即係點都為咗係企定定㗎，係嘛？真係好理由啊！堅定都移啊呢、這個。坐喺度都好啊，即系坐喺度都好啊。不過又話時話，佢哋已經坐喺度，想應該唔咩喎？唔咩？唔咩都得係啊！我咁你講緊下一份示範咗唔咩？佢哋係企喺度影會靚啲嘅喎，係嘛？係啊，中央肥胖嚟講。嗱，AM 七三零就坐喺度啦。係，星島都係。因為用呢張啦、啊，星島呢張啦、啊，堅定不嗱，堅定不移啦。升到呢張就係機會政策不變，提三個堅定不移。咁啊，點樣三個堅定不移咧？嗱，呢度有三個香港人，都係仲係阿董、李嘉誠，同四叔，三個堅定不移，係咪？呢、這個話中有話喎，話中有話，堅定不移啊！上咗燈，係啊，係啊，佢揀咗咩人堅定不移，就係堅定不移咯。啊，咁啊，明報又玩。上下開係啦，開邊啦，周圍都係咁樣啦嚇，咁樣啦。不過我又想講咧，其實呢個影法咧好美式嘅嚇，係啊，即係好美國白宮奧巴馬影嗰啲相。New York Times 最中意做埋啲咩啊？好美式。蘋果你都知啦，一定係，一定係堅定不移，對堅定不移啊！堅定不移對堅定不移，文匯堅定不移對蘋果堅定不移，啊，大家都。都是堅定不移，堅定喎、大家啊。由解困角度看，我們有幾樣嘢睇啦。首先就習近平出招，就見即係富豪團，其實都是堅定不移的意思，是資金不要流走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個呢、這個好明顯啦。富貴不能移啊嘛。但係第二就琴日我哋講過啦，就一定叫他哋做嘢㗎啦。咁呢個答案其實就好明顯㗎咯，冇乜懸念㗎喎。咁係做邊個做啲咩嘢？分咗佢啦，阿爺做嘢，係啦，阿爺有工作，人多好辦事，係啦。不過人多好辦事都唔夠錢多好辦事，咁啊，即係我話俾你，富可敵國嘅大佬，佢本身就一個國嚟嘅，嗰幾個國，係真係隨時一個歐洲世界都冇。不過我係咧就索性不如搞一個高峰會嚇，係咪叫做超富高峰會嚇？係啊。佢咁可以同社嘅一齊搞喎，即係係啊，即係等於巴菲特，巴菲特加阿 Bill Gates 嗰啲嘢啦，咁啊，係咪？嗱咁呢個，所以其實習近平中央對香港三個堅定不移咧，就是、貫徹一國兩制同基本法，知啦；依法推進民主，知啦；維護繁榮穩定，知啦。你叫呢啲人所以唔係講呢啲，所以係呢啲嘅咯喎。係嗱，反為咧，《蘋果日報》咧，同埋即係《明報》呢個萬人霸貨啊。同埋堅定不移咧，我就想講講明報呢個萬人霸貨嘅咁因為咧，尋日呢個香港電台咧六點鐘嘅時候咧出咗呢一單新聞，我哋睇一睇嚇。好睇唔睇得？上邊咧就係參與霸貨嘅學生來自二十多間大專院校啦，有學生表示犧牲學習參與霸貨，爭取普選係好值得噶。咁跟住下面嗰段咧就係精彩嘅地方啦。有家長係代替未能霸貨嘅子女出席集會。抗議人大做政改嘅決定，好，我哋翻返嚟。哇！我知好多網民好笑，唔中意屈榮賢，但佢嗰本書《怪獸家長》係真係好好賣嘅，呢件事都好真。我以前我哋淨係有代課老師嘅啫，係咪？你未聽過代課家長啊？即家長代老師上課係咪？係。而家佢再超越一層。代霸科，代霸科家長，冇嘢係嘛？港台喎，係咪官方嘅喎？呢個資料，我真係經理人嘅咯喎，咁樣即係咁啊！我想霸科，不如你去。唔係啊，有啲家長係話
佢叫個仔女唔好去百貨，佢代佢去百貨，即係你上堂啦，真係好有意義啊！呢啲生活，我真係唔覺得呢個係答案嚟嘅，都唔係㗎，唔係路添啊？咩唔係答案啊？以人數計，你一個去，而家你一對，所以你見到明報今日咧好巧妙，其實佢暗串緊呢班家長嚇，萬人百貨係當中有多少是家長咧？是不是真的谴责他们啦，主办单位什么搞错啊即不是答案啊，我真的觉得其实解决角度他找家长去已经不是一个办法。他嗱留意嗱，你这句说话不一定完全准确，学生未必找家长去的，学生想去，个家长说你要去上堂我去罢课，但是呢個概念是錯的。第一，個家長是本來不用上堂的，係咯，咪就係罷咩罷咩課啫？家長唔係罷課咯，家長根本本身都唔使翻學噶嘛。咁所以咁你學生繼續去翻學，咁其實係冇罷到課噶嘛。即係雖然有個人有個人頭係高空影落去係多咗個人頭，但係實際上佢其實唔係學生嚟噶咯。我都好笑，咁但係罷工可唔可以調翻轉咧？老婆個仔去罷工，或者個老公頂，或者個老婆頂，我罷。我而家明咩叫罷課不罷學啦。家長罷課，學生不罷學。我真的覺得很荒誕啊！呢件事，呢點解會可以發生到啊？係嘛？係啊，呢個終極照顧啊，真係。係啊，所以四叔叫大家不要搞搞震咧，佢可能不是講啲學生，叫家長。家長不要搞搞震。好啦，大家不要再幫僆仔女做功課啊，同埋罷課啦。但其實講琴日電子傳媒最勁嗰單新聞咧，我覺得真係呢單啊，真係呢單嘅，呢單真係。頭條日報：雙刀狂攬集有線。取消服務搞到出刀，血洗有線，怒火刀客血洗有線，係啦，原約仍被追訴 ，VTC 生廠有線斬人，係但我話咧，琴日最勁，你知唔知報得最詳細係邊個啊？有線係有線，因為佢有獨家閉路電視，佢有獨家閉路電視畫面啊！咁我有冇報到係因為個人中止合中止唔得？咁咪冇講喎，即係講係斬人啫。佢仲可以訪問到係。這個北京他的主席吳光正好像遺憾啊咁樣嗰啲，係啊，就慰問翻班同事啊咁樣，係獨家，係堅啊，大做啊，真係都掂，但係呢單勁啊，呢單真係，但係有啲有，但我又覺得咧 ，Match 草又係古怪嘅，佢又將網民改嗰條片擺落去，又係古怪嘅。我反而覺得頭條咧，即係有少少暗藏玄機咧，佢話。雍正精解藥糾纏三個月咧，呢個又係好搞嘢嘅真係。我想講下雍正精，因為佢咧喺個平台度講咧就話啊，我都同情緊嗰個即係疑兇，因為佢斬人咧，即係我都身受體驗呢樣嘢。咁但係老實講，你嬲還嬲，斬人你點可能去同情嗰個人？你要明白雍正精寫咩書先得㗎，做咩節目？但係都冇攞，即係嗰個唔正確啊嘅成件事。乜直情係唔係答案咧？又係唔係老吹緊佢去斬人？我又想講咧，我琴日有啲大陸嘅朋友啊，佢哋收到個消息，即刻就聯想去劉俊圖嗰單案件嗰度啦。嚇！是啊，有你，因為我啲大陸嘅傳媒朋友，我有 WhatsApp group 係大陸傳媒朋友嚟。我以為你話將後生仔。扔埋佢，琴日罷課啫喎。唔係啊，佢將呢件事拎咗落，跟住咧，我反而啲人話：喂，原來後生仔而家 cut 唔到單都會咁，你俾唔到民主佢，佢可能重大件事啊！我以為會咁樣啦。佢嗱，我啲大全部朋友就另一個閲讀方法話，跟住但係好快揭咗出嚟咧，就係因為中止唔到合約咧，跟住自己失望，好失望。我就有啲爆。咩人嚟㗎？失望，唔係失望，俾人斬。個保安員好慘啊！我覺得唔係佢哋個保安都係做嘢。我知道失望嘅意思就係、是，呢件事原來唔關言論自由事，代入唔到。但係我又但我冇得大做文章啦。但係佢因為佢哋喺大陸咧，佢又唔明白即係香港嗰個有線媒，即係有線呢個媒體嘅文化，我哋又唔識笑，咁好快過咗啦。但我知睇到就覺得好好笑，唉。唔係凡事都關但係你哋淨係分析呢啲都唔係解困心理學嘅精神嚟嘅。解困心理學精神有咩可以做？我覺得首先咧，即係cut 有線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件事有冇英超博啦？好多年年年都係㗎啦。到英超續約嘅時候，大家就會好瘋狂咁樣兩邊走 ，now 同有線兩邊走嘅。咁另外就係有線嘅節目質素，佢有啲人可能唔滿意咁啊 cut 啦。咁但係佢唔俾人 cut， 其實唔係一個答案嚟，因為咧啲生意咧。是會翻轉頭的你今年攞不到英超，下年你
可能下季你有機會攞噶嘛？攞翻嘅時候，嗰啲人要入翻去嘅時候，會抱住咩心態咧？就係話我當初我記住你，點樣玩我，叫我攞啲機頂盒去我咁多次，因為網上係好多人好多人好多怨氣嘅，就係為咗 cut 有線呢樣嘢，咁令到可能有啲人就真係為咗嗰啖生意一定唔係咁做噶啦。係啊，你做訂閱嘅生意。掠咗就掠噶啦。唔係，但係如果你放長線嘅話，你有線係咪淨係食一淨呃一陣先？唔係噶嘛。我嘅答案唔係呢樣。哦。你呢個答案長遠，因為我唔知佢攞唔攞到。係咩咧？要 cut 好 cut 咯。係啦，我都同意。係啊，即係呢個時候最要 cut。如果你而家想取消有線咧，我認為係最好嘅時間。最黃金機會。啊，我認為係最好嘅時間嚟嘅。同埋我建議你可以聯絡你嘅區議員。而家如果個爭取蛇齋餅種之外咧。可以多一個服務，爭取咳有線，全條村集體咳有線，就係而家呢個時間啦，我覺得黃金機會，係咪？即係喎，嗱，你幫你登記嚇，呢個用戶嘅角度，用戶角度，我就係有線角度啦，因為我戥佢戇居啫，成件事，你得罪啲客有咩用啫？全香港都係咁多人嘅啫嘛，嚟嚟睇英超嚟咁多人，你叫嗰啲客辛苦咁，何必咧？係咪先？係啊，但係你明唔明佢嗰句口號係乜嘢啫？目標觀眾喺曬度啊嘛，咪走曬咯而家。cut 線 cut 極 cut 唔到，目標觀眾梗係喺曬度啦，真係。戇居咯。